有这个菜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虾米飞扬塔。Hello，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可乐的泡面。它这有两个口味，这个是意大利面，这个是炸酱面，有两种口味哦。它这一整箱后面有游戏哦，像这个啊，你可以把这割开来，把你的意大利面放上去，就很像在铺了一个桌子在这边吃面的感觉。妹妹这个呢，炸酱面是玩游戏的哦，和好朋友一起。它这边有跳格子的游戏，看谁先到终点哦。像这个就是要猜出一个词。然后这个就是平安，可以直接过两格往前，然后再学螃蟹走就可以前进一格。这个要跟他一起跳舞哦，就可以前进一格。这个是要模仿猴子就可以前进两格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泡泡面了。然后到这里呢就是唱歌前进一格，然后到狐狸这里就过关啦，就可以开始吃泡面啦。啊，意大利面我们把它撕开，撕到这个线地方就可以了，还有一个箭头。哦，里面有酱包，看里面有一些小干料，好，把这个粉倒上去。嗯，差不多了吧？不知道哎。里面的黑黑的粉，哦，炸酱面就是要这样很黑很黑的感觉。真的？对呀，啊，酱油膏的感觉啊。我呢？那我快要……妹妹已经捏鼻子了，是怎样？妹妹啊，我们先吃妹妹这个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那姐姐的呢？好吃哦，水要不要再少一点？会不会更好吃？不用，刚刚好。姐姐口感怎么样？蘸到不行，有没有像外面的意大利面？有，可是它汤汁感觉上比较多哎。他们也在吃，嗯，它很香。跟我一样，可是它我还没吃到它的肉。肉应该很难吃得到吧？肉只有一点点。你们吃它的红萝卜，要吃看姐姐。嗯，我要交换看看。交换吃。都会有黑黑的。哇，这个好烫！啊，它的比较烫，我的比较……妹妹的比较烫是吗？那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？你喜欢吃意大利面的？都好吃，因为我觉得妹妹觉得两个都好吃哦。然后姐姐喜欢白酱的，我喜欢它的那个糖。哦，好，这个就是可乐乐的泡面，小朋友的杯面哦。有意大利面和炸酱面，喜欢的人可以去找好看哦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